荷兰猪咬人，如果不小心被荷兰猪咬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清理伤口，然后使用酒精或者碘伏进行消毒，严重的话最好是前往医院进行检查一下。荷兰猪本身的性情是非常温顺的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咬人的现象的，只有在受到惊吓或是感到威胁，甚至是一些抵触的行为的时候，就会有咬人或抓人的行为。荷兰猪突然咬人，可能是因为它们身上患有皮肤病，皮肤就会感到非常疼痛，所以很抗拒主人的抚摸，还有可能是主人触碰到荷兰猪比较敏感的部位，比如屁股等。